这个很像肿瘤。镜头带入一下，这个很像肿瘤哎、欸，很像肿瘤，你不觉得吗？阿贝也来一下，有背吗？哎、欸，背哦，背这边有一块，然后在侧面。你有没有这样子？哎、欸，然后在侧面，这很像肿瘤。等一下，在拆封，顺便录影存证。应该是这个啊，对，摸起来应该是这个。那啥，白色的，很容易脏哎、欸。哦，那种胸罩吗？男哎。胸罩吗？看起来像胸罩。上去的话会有，会感觉会有腹肌。穿 XL 还是 XXL？ 不是，哎、欸，你是 XXL。真的很像胸罩。这真的是，哎、欸，你看，真的是嘎奶、欸，嘎奶加垫肩。哎、欸，那个是奶纱吧？你外面还要再穿一件吧？对，再要再穿一件，再穿。我换换看了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太小了啦。你穿什么 XXL？ 哎、欸，这太屁啦！哎、欸，你再套起来，我套起来还好，好像吹差不多了，你叫什么？是你里面不舒服啊？哎、欸，其实也还好，因为蛮凉的、欸。有没有我比较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挺胸，挺胸。哦，有大，大鸡鸡啊！真的有啊？等一下，你侧面，你侧面一下，我录。真的有啊？有，真的有大鸡鸡。真的啦，真的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胸肌会动吗？你会让它动吗？如果你会让它动。那个直男在看他这个东西，这第一件，然后我还有买两件，还有买第二件，这第一件是一样的、啊，没有这件是，你知道我脱的感觉，我看到啊脱一下，结果、啊、这件是一样的吗？没有，同样买的，你知道吗？有腹肌的。哦、oh, ，来，哎、欸，快，你再换一套，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看一下你现在穿上的那一套是怎样，来，是真的有差吗？胸有吗？来，你等一下自己剪片的时候你看一下，来，再换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全套的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换好吧，我镜头带入了，来，换好了是这样，这个很像肿瘤，镜头带入一下，这个很像肿瘤、欸，哎，侧身一下，很像肿瘤，你不觉得吗？阿贝也来一下，有背吗？哎、欸，背哦，背这边有一块。有一块，有两块，没有，你感觉全身上都是肿瘤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再穿一下你正常的衣服。哇，嘎来！不是这腰到拍出来都是我的极图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挺胸。那有穿吗？挺胸，先正面，然后再侧面。你有没有这样子？哎、欸，然后再侧面。这很像肿瘤。等一下，这太像，这看起来像肿瘤吧？来，我抓一下肚子，可是你知道看起来很假吗？下面看起来很假，就是肿瘤。回归正题。我觉得两件事的 OK， 他有买另外一件，就是差不多的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不会又是一样的吧？没有，他送的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他是那眼镜是？应该是。哦，没有，因为这是派对的那个啦，派对的用品啊。这个一件好像才100块而已，就我穿。啊，跟你上次穿的很像啊。对啊，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好像只是款式不一样。好，没东西了。还有什么、啊？还有一个。主委在家嘛？下面一位，那个、哦、这个的话就要不穿那个，等我脱掉，不要再照我，没有录到你，只有录一下半身了。这什么猴子哦？跟你讲，欲先从猴就要记啊。背面有吗？等一下，你问我都买那种奇怪的衣服啊？啊，就便宜100块我就买。你又不是说会这样子，我是看到他可以这样。啊，你那是你肚子有哦哦。等一下，再次。有没有感觉？你肚子太大了啊，是动得出来呢。你侧面应该真的很像嘴巴。感觉哎、欸、有了，你自己等一下看回放，很好笑。哎、欸、猴子叫。不要来那么近。哎、欸、好了，没东西的，我都开箱完了。差不多啦，我想说啊，去拍个追焦照看看。你不要一直偷动你的肚子啊！啊，我不能呼吸你啦！没有，我想说啊，这个下次去北宜，我就穿这件去看，是不是真的有差？你也要看，我一定要看人家要不要送你追，有没有拍你啊？想说啊，就穿看嘛，因为毕竟你也懂得练腹肌那么难，就买这个看看，对不对？可以的，哎、欸，是真的蛮舒服的啦，这个面料，摸完了。没有，它摸起来真的是嘎奶，你知道吧？嘎奶细胶端端。